看看这些都是哪些同学的愿望啊。来，小河南站起来。我的愿望就是365天天天过新年，我要拥有花不完的压岁钱啊。小河南，你想的是挺美的，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啊？你不要来上了，回家数钱去吧啊，拿着到后面站着去。来，王丽丽的啊，一天吃到晚，不如我配海胆，燕窝鱼子酱，顿顿不重样啊。啊，你是真豪横啊，你也是来学习的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吃。那宋玉国的，我的愿望就是当老板，娶一个漂亮的大美人，还有一个当官的兄弟来帮衬我，好愿望啊。啊，我记得北宋时期有个人愿望跟你是一样的，他姓吴，他老婆跟他说了一句广为流传的话，大郎你该吃药了，拿着到后面蹲马步去。来，小董明的啊，开着挖机叼着烟，一天赚他个3-4千，日子赛过活神仙啊。啊，谁告诉你开挖机这么挣钱的？那照你这么说，大学不用上了，那南翔技校大门不得被人挤爆了啊？你赛穷吧，一天到晚的没有点正形了都。同学们啊，我们不能太物质，在追求理想和抱负的同时，我们更应该注重的是精神层面的修养，比如说生活当中的开心和快乐，家人的平安和健康，这才应该是我们最大的愿望。都明白了吗？